干嘛了？您这可以摄像，可以，对，可以照相，可以随相，特别。啊，这 GoPro，GoPro 对，清楚我说的，你这 GoPro 几啊？很好，很好，十，哎，对，就这么拿着，就这样，就可以，可以不要架子。哦，哎，这颜色还跟着光线就变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嗯，那你这个一个小时，这个电池。电池可以配，一个电池原装的可以搞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，对，不错，可以配，差不多。那每次你给拿2块电池是吧？它本身有一款，以后又买了2块备用的，就，那够，够，对。那能拍照吗？可以，拍照也可以啊。拍照也可以啊，拍起来相当好，效果。啊，效果还。真的，跟手机效果一样是吧？啊，对，跟手机可能还要清晰一点。哦，啊，我看他们有些是放在脑袋上，放脑上，然后空中那个飘。它这样放脑袋上面有个好处，就是说你手写了。不是，陪人的时候，别人他有的人他不喜欢你陪吗？你放在脑袋上陪掉就不知道嘛，拿着手上拍就行了吧，是吧？但是一般在公共场所拍的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有的人不喜欢嘛。放在单车的，就是那个骑单车的时候，那帽子顶上这样。你是湖南人吗？不是，我北京的。北京的。你是湖南的？湖南哪里的？湖南长沙。啊，长沙。长沙好地方，长沙好地方，长沙没北京好，哎，也很好啊，也可以，对，吃了休息呢，吃了，喝饮料，喝鲜奶吗？嗯，坐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坐吧。这个坐的话，另外买票吧，可能是。11:50。不是你的，那是我们家闺蜜的。